妈妈，这有两个杯子和一个瓶盖。嗯，我喝这两个大杯的，你喝这一小瓶盖的，谁先喝完这强归谁。前提是不能碰对方的杯子，你敢不敢挑战？你把那个不字去掉，在我字典里就没有不敢这俩字。你不能说我以大欺小哈。这样，咱别实惠了，一人二百怎么样？你不是没钱？谁还没点压箱底的呀？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那来吧。行。嗯。我嘴想，能不能先让我喝一杯？你随便喝呀。不能碰对方的杯子哈。啊、哎呦我的妈！来，再次挑战，手不能碰盆，你要是能把它拿出来，这一百就是你的，拿不出来你给我一百。我知道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，但有人刚才那一把是我大意了，这次咱换这个盆，我看你怎么把它拿出来。来，最后一把，手不能碰盆子，也不能用任何工具，你把它拿出来。要不咱们玩个大的吧，我把我这里面的两百也放进去，我要是拿不走，这些都归你。那行啊，来。我炸！啊！好拉子！来，今天挑战一笔画出五角星和这个圆形，做不到的话，把原来那些钱还给我。那我要是做到了呢？你这你都能做到，我的天，我这还有一百，我就不信。行，五角星得几笔啊？啊，圆形得几笔啊？啊，一笔画出来不能有间断。哎呦我天，懵了吧？老花是不是懵了？妈妈你看，这里有两个杯子，我把水倒进去，你信不信我呢这个水瞬间消失？我不信。你把水都倒进去了，它怎么可能消失呢？这个水会长腿跑呀。那我要是做到了怎么办？你要是做到的话，我把这个杯子给吃了。那你看好了，我不错眼珠的看着。我把这个水杯扣上去。嗯，把它俩掉个个。现在水在哪里？水在下面呀，还水在哪里？那上面这个杯子没用了？没用了呀，我把它拿走。嗯，这是你的手机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看着点。嗯，哎，有人，水呢？水跑哪去了呀？你先别管水了，先把这个杯子给吃了吧。这个杯子是真不好吃。早给你准备好了，你蘸着酱油吃吧。来，再次挑战，你要是能把这个球沉到水底，我就给你一百，你要做不到，把前两天忽悠我那三百还给我。这挑战太小儿科了。你是不敢挑战了吗？那我要是做到了的话，我不要钱了。嗯，你给我表演个无表情吃柠檬吧。行。你根本就做不到，吃个辣条等着看你怎么翻车。你又买这么多东西啊？这乌龙辣条六包到手才6.9，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，我还囤了平时吃的喝的可口可乐和老街手瓜子，可划算了。向左滑逛抖音商城进秒杀频道，全网极致低价的经典好物都在这里，吃的喝的用的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全款拿下，还有35%的优惠券领不停，每天限时抢购，直达会场的链接放在评论区的第一条，这官方给的羊毛福利我只告诉我的粉丝们。你拿杯子干什么呀？啊，你这样在倒水啊？那一样能浮出来，我都研究两个小时了。人啊，不能总是拿自己的智商去衡量别人。有道理。那你有本事把这个球再给它浮上来。我炸！浮了吧，开始你的表演。Later。看你这表情不酸吗？不酸呀，很甜。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
只能动一个鸡蛋。你要是能把一二三四变成四三二一，那我今天晚上就请你吃大餐，想吃啥点啥。还有这好事，你不会又有什么坑吧？切，我就知道你做不到。你要是觉得做不到没面子的话，那就算了吧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还害怕你这点挑战呀，你瞧不起谁呢？有人信？你看好了。行。四三二一，这你别笑，妈，这个酸奶里面还有水果干呢。对呀、啊，这款搅拌酸奶里面含有冻干、大草莓和黄桃，还有燕麦等 N 多种谷物，口感甜而不腻，营养也丰富。尤其升级了香草口味，放冰箱里冷藏一下，那感觉就像冰淇淋一样。肚子小饿的时候来一杯这个，刚刚好。这不行呀，他只挪动一个鸡蛋，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做到。我能做到。你就别吹了。那我要是能做到的话，你请我看一场电影，再多买两箱酸奶。行，看我还就不信了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要多，你的智商能比我高？妈妈，我终于知道你为啥这么闲了，原来是盐吃多了。哎呦我的妈。先把酸奶给我买了，再去看电影。妈妈，这里有四根火柴，上面这根不能动，把下面这根拿出来，你能做到吗？把下面这一根拿出来，上面这一根还不能动，切，你别说我做不到了，谁他也不可能做到。我能做到。牛都让你吹上天了，你要是能做到，今天我请你下馆子。你可拉倒吧，上回就说请我吃了一半你就跑了，还是弄得我的压岁钱呢。这次我肯定不会跑了。那你看好了。给你打火机。干啥呀？把这个点燃。这是干啥？干啥呀？走下馆子去。不是，你这是干啥？我怕你又跑了。来，再次挑战，球放到瓶口上，把瓶子倒过来，球不能掉。你要是能做到，我把这个球给吃了；做不到，把我那些钱还给我。我能做到，你真吃呀？啊，因为你根本就做不到呀。我看看。我都研究了一上午了，这根本就不可能，别在这费劲了。这个巧克力吧，在哪买的巧克力？这是我在抖音商城买的。不好意思，又让你们破产了。六幺八期间，抖音商城推出低价秒杀频道，在爆款秒杀专区，每天都有机会1元抢好货，全场商品低至5折起，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应有尽有，也不用你拼单砍价，一件就是秒杀价，买到就是赚到，赶紧左滑进抖音商城秒杀频道抢购吧。我劝你还是直接认输吧，这是浪费时间还出洋相。你给我倒上水。倒水干啥呀？你给我倒水啊。行啊，你看着点哈。可以了。哎，你说你倒水它不更洒吗？这智商也不知道是随谁了。射球吧。这个球是真不好吃。没事，你要是真觉得这个球不好吃的话，那就不吃了。那就给你红烧一下。